哎，他还跟着鼓掌哎。我们用潜台词来说，女生是说，我吃定了你了。男生，你记得我刚才问了很多反问句哈，关于阑尾炎的，我只是想让你正视自己。这个感情在你心里没了，不喜欢，不再爱了，就走。哎，接下来一进什么呀？我觉得，如果我们可以互相改变的话，为对方，能够改变自己，不要说现在又说一些让别人伤心的话。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改变，我还是很喜欢你，我不想放弃你。我就觉得我们没必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分手。我觉得我真的想和你在一起。其实我觉得刚主持人还有各位评委说的也很对，我也有自己很大的问题，然后你其实也有很大的缺点。我就觉得确实我们俩的感情吧，就是真的就不知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。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可能互相就是开始新的生活，可能对未来还光明一些，所以我就觉得来，请亮灯啊！到最后一丝尊严都不想拿呀！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哎，人家女生好笃定的啊！啊，我们俩在一起没有光明了。来，请关门，看结局，请开门。被生活抛弃了。